此刻有幸预约大家，我是呆萌，各位看看老爷万福金，感谢各位捧场本期的赛场盘点。昨天的焦点战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啊，就是 RNG 对战 T1 这一场，那 Gala 的发挥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另外虽然 RNG 赢了 T1， 但是积分榜还是人家欧洲老哥 G2 第一， RNG 是第二，第三则是 T1 和 EG。 好了，积分排名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昨天赛场上的那些精彩瞬间吧。哈达比那如来神掌派三人团战配合非常默契，在 PSG 对战 EG 的比赛中，二十分钟 EG 开打小龙，哈达比和之前一样藏在龙坑的草里，看到正面的洛开大进场抬飞三人后，哈达比跟上闪现的一巴掌把三人钉在墙上，然后又是拍晕又是丢石子就把卡莎给杀掉了。而这时虽然蛮王也把 Kevin 给砍死了，但是哈达比也是为队友报了仇，隔墙一个精准石块砸死了蛮王，这波哈达比算是孤独开瑞了。还可以打一套，还可以三百血，王森拿到了小龙踢盘了，蓝枪直接被秒掉了，哈达比马上变大，狐狸都死了，配到三个人，但是自己的输出能跟上吗？卡莎是被哈达比一颗 Q 技能带走，蛮王在转 Kevin， Kevin 这边可能要死了的，哎，卡了下平 ，Impact 这边最后还是收掉了 Kevin， 那这样的话是打了一波一换三，丹尼一个人的吃包，哇，隔墙的一个石头是丢死了蛮王。破界奥恩闪现击飞三人，助队伍轻松干碎对手。在 G2 对战 EG 的比赛中，二十八分钟 EG 辅助做事也被 G2 抓到了。这里我感觉啊，他不开这个金身还好，开这个金身反倒把队友给骗过来了，然后就被 Broken Blade 的闪现头锤撞飞三人。卡莎大招往人群中一飞 ，Caps 妖姬再这么一踩，这 EZ 和日女瞬间蒸发了。这时 EG 赶到的队友可别回头了，赶紧跑吧！本来双方还有的打，这波团一打完 ，EG 就彻底鸡了。抓就是逼大龙，我就等龙魂，咱龙魂团见再说。哎，沃肯这么很危险，孤岛都是沃肯，但是有一个金身，稍微走不了了呀，感觉交一个闪现，这个闪现还要交。后续卡莎进场爆发很高，再配合卡普斯一个爆发，一击的双组先倒地，啾啾这边一丝血也走不掉，交大龙了。小明泰坦钩子躲盲僧阿闪，这操作实在太亮眼了。在 RNG 对战 PSG 的比赛中，十七分钟小明来野区做事也不想被对面蹲到了，然而就在盲僧阿闪之时，小明直接勾墙利用控制抵消又把自己拉了回来。这里我必须跟各位说一下啊，这绝对不是诈唬，对于泰坦的大高玩来说，这个操作是必须得掌握的。有点没有注意识到那边有危险吗？对，稍微清醒一下。给到了小威百分百的翻盘率。好，R闪过来的，但是被钩子拉回来了。哇，这一波，这一波主要是R闪，但是钩子已经出手。说实话，小明很帅。小明这波很帅，但是我不相信小明没有出冷汗啊，这一波真的好吓人啊。宙斯格温团战打出爆表 AOE， 直接主宰战场。在 T1 对战西贡水牛的比赛中，二十分钟西贡水牛这边凯南绕后准备殊死一搏了，梦魇关头后所有人都冲着小吕布去了，虽说凯南大招垫了四个人，但是 Faker 隔墙一直在输出，又加上 T1 野辅俩金身拖到宙斯进场，那真是无人能挡，大招和 Q 技能的 AOE 直接就把西贡水牛给捡爆了，又加上 Faker 狐狸上窜下跳的输出，西贡水牛是打也打不过，跑也跑不了，最终五个人全倒，被打了个团灭。我都扛这么久了，这波不打梦魇准备看大了，看一下要瞄准 EZ， EZ 这边不知道砍到那个位置的，砍到进场，后续砍到进场垫四个，哇，这边垫的伤很高呀，拿下一个杀档来，凯斯塔这边输出环境还不错，但宙斯这边一个作战能力太强了，先捡下了一个双杀，后续捡死凯斯塔，拿下一个团灭，一换五。昨天 RNG 和 T1 这场大战有多精彩，我想看过的应该都知道啊。首先就是21分钟的这个团战，这波团战嘎啦卡莎很秀，自然不用多说，但是我想跟看客老爷说一句啊，请注意阿宾的轻钢影，团战的大局观真的太好了， W 闪加上大招限制姑妈，然后 E 技能拉出来踢 Faker 保嘎啦，这才让残血的嘎啦没有倒。当然除了这一波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31分钟的团战，这里需要说的就是小虎的狐狸啊，实际上小虎走的这个位置是卡着视野的，草丛里的那个针眼是看不到小虎的，由于导播没有给出视野，所以我就手动还原了一下，大家一看就能明白。回到这波团战，咱们调侃一下 RNG 这波团战能够打得这么顺利，其实姑妈的 EZ 也是有功劳的，有闪有啊，赶紧赶过来，这边先打一个四打五，要被定了吗？小薇被定了一下，一千血，六百血，赵鑫拿到了，但那边女坦也被处理掉，这波要连追的不能放对方走，就是勾到了宙斯，宙斯开一个 W 的立场，小明一个秒表可以拖一会儿，阿斌要来了，小五还有两段的大招，
小明是倒地了，卡莎 W 到飞进来，闪杀宙斯，哇，蜜蜂挑了一下，闪现躲掉，还行，下到宙斯，宙斯打了小威的杀，佐野倒了，不满于血，不满于血，最后一个魅惑没有魅惑到，但是还能追吗？而且几个人可以包夹他，有一个视野，应该下一个力，跑不掉的，跑不掉的，全得死。小明来了，熊来了，但是 Q 时间还是要消失了，最后一秒，包夹，漂亮，一点点，等下一波攻势吧，不着急。然后不被 poke 这个阵容，又清到了奥德，飞过去一下，嘎啦输出飞了高，直接顶圈秒掉了奥德，手中大招屏蔽防御塔，击飞，三个人都要死，哥玛又是啥意思？烧掉了这一波 game， 准备一波，这波兵线上中线还是可以的，而且有花，宙斯有留下宙斯，留下宙斯，二踢脚，精神开不出来吗？宙斯挂抓 game， RNG 要一波了。哇，很安静啊！我们都知道，位于美国的奥菲尔德的烧身室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，背景噪音只有负的9.4倍。但你听听现在的釜山现场，这个记录被打破了 ，RNG 把釜山变成了图书馆，恭喜 RNG！ 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弹幕点个赞，关个注吧。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